1,2,3,4,5,6 的秘密，你们知道吗？小伴们，你们有没有搜过1,2,3,4,5,6？如果你搜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人竟然是一只野人。但是别人可不是野人皮肤，伙伴们，不信你看看你们的好朋友，这个野人是唯一的野人，他是唯一的野人。伙伴们，不信你搜一下，如果你也搜到野人了，请点一个赞。你知道他变成野人之前是什么皮肤吗？伙伴们，他的好友也不多，只有3个好友，他的粉丝却有88万。我要告诉他的88万粉丝，他之前是什么面目。伙伴们，现在我就为你们揭秘1,2,3,4,5,6这个野人的真正面目。好奇的伙伴请点一个赞。在很早很早很早之前，原来他的名字并不叫现在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影分身，并且他的真正面目是一个卡卡，你们看到了吧？他的迷你号是1,2,3,4,5,6。现在的1,2,3,4,5,6，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是一个卡卡，你们知道了吧？并且他的名字也非常难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真相。